认识孔夫人的嘛，是我爸爸的五姑妈，也就是我妈妈的五姨妈，盛关怡，那个时候学英文呢，是送艾琳做家庭教师，所以后来他们一直一辈子都是很来往密切。依靠显赫的家族关系，邵洵美得到了孔夫人宋霭龄愿意见一见向美丽的答复。随后，他亲自陪同向美丽前往香港，并且拜访了宋霭龄，并顺利地得到了这位宋氏大姐的首肯，来写一部关于她们三姐妹的传记。宋霭龄就是还很信任他，就拿好多照片啦，讲故事啊，是讲给他听，反正接触了很多次吧。采访暂告一段落后，向美丽和邵洵美回到了上海，她知道还将为新的采访奔赴他处。果然，过了几个月，宋霭龄安排向美丽从上海转到香港，再回重庆与宋美龄见面。1939年的冬天，向美丽再次踏上旅途。只是这一次没有了邵洵美的陪伴，更没有料到的是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。我爸爸是一个对家庭是很认真的人，他不会说在这样的抗战期间，说扔掉了家去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宋美，向美丽，她是有任务的，她有她的出版社给她的任务，她必须去完成的。我爸爸没有这个任务。到了重庆以后，向美丽顺利地采访到了宋美龄，她在那里一待就是3个月，期间与上海的邵洵美保持着通信往来。1940年初，宋美龄因病到香港疗养，向美丽随后也到了香港，她想乘此间隙回一趟上海。到了香港呢，她想回上海的，都船票什么都买好，箱子都理好，结果那个，孔夫人的那个秘书呢，周小姐就来找她，就说孔夫人找你，你赶快回去，就不要上船。那么孔夫人呢，就是宋霭龄了，就给她，你是个很好的人啊，很好的女人，那个跟邵洵美呢也是很好的朋友，邵家呢也因为你也给他们帮助很大的，但是呢你就。不要再混在他们的生活里面，你可以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前途之类的这个话，你是不是好好的想一想？现在呢，我建议你不要回上海，我们三姐妹呢都要到重庆去，是你一个采访的很好的机会。那么他就不回上海了，他就到了重庆。向美丽追随宋氏姐妹来到重庆。宋霭龄、宋庆龄和宋美龄三人在抗战期间的这次共同亮相引起了轰动，意义非凡。向美丽紧跟他们参加了所有的活动，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。在历经一年多的采访写作之后，1941年，宋氏三姐妹如期在美国出版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。向美丽因此跻身名作家之列。在宋氏三姐妹的序言里，向美丽对邵洵美的帮助表示了感谢。这本书的出版为她日后的事业奠定了成功的基础。然而，正是这本书的写作，也导致了向美丽与邵洵美之间的亲密关系走向了终点。自从1939年的冬天，他乘船离开上海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其实，向美丽本身并没有要刻意回避上海，但似乎这是命运的安排，让他和邵洵美从此无缘再走到一起。从他俩的相识到产生亲密关系，再到最后分手，这一路走来，并没有多大的磕磕碰碰，更多的。是顺其自然，缘分尽了，也就各奔前程了。